尽量往前面坐。真耶稣教会花红恩弟兄孔思琪姐妹结婚典礼奏乐。真是很有大将之风的花童。请来宾请起立。婚礼开始。感谢主耶稣基督的安排及带领，赏赐给我们今天美好的时间以及美好的天气。在这里，我们要准备为花红恩弟兄以及孔思琪姐妹来举行结婚典礼，请各位会众我们一起伏膝默祷。唱诗。唱诗。请各位观众拿我们手中的一阶调，我们来唱赞美诗298首。奏主圣旨，恭新婚礼，新郎新妇人合一，一家一体，一心一意，支持一生同走天伦。
相亲相信相爱相助，天父时常保佑平安，不要再害困苦艰难，恳求天父是福利满，是的夫妇均沾功恩，靠着神灵敬畏天父，扶着慧眼及至顺，但愿天父听我祷告，加恩使他夫妇偕老，快乐同享，苦难同担，以后二人同在天堂。祷告，全体请站立。请各位会众，我们闭目默祷，由小弟在这里带领大家做祷告。奉主耶稣圣名祷告，至尊至高唯一的主耶稣基督，全能的救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感谢你赏赐我们美好的天气，感谢你赏赐给我们这样子美好的机会，在你的圣所里面，我们要来见证华宏恩弟兄以及孔思琪姐妹，在你的面前，他们要许下彼此的约定，结成彼此之间的盟约。慈爱的主耶稣，你在创世的时候看着一切所创造的都是美好的，唯独你说那人独居不好，所以你为那人造了一个配偶，要来帮助他，让他的生命得以更加的完全，得以更加的丰富。这是你对我们全人类的爱，这也是你再一次给我们最大的礼物。今天我们在这里要一同来见证，一同来感谢你。华宏恩弟兄以及孔思琪姐妹，他们愿意将他们的婚姻带到你的面前，由你做见证，由你做祝福，也有我们与会的各位亲朋好友以及弟兄姐妹，我们彼此在这里颂扬你的名，感谢你的恩典，也愿主耶稣基督看顾保守带领我们今天的整场婚礼，从开始到结束都有你的灵的带领，都有你的祝福，愿你的慈爱恩典能够丰丰富富的赏赐在这对新人身上，让他们在婚姻的道路当中，因为有你可以平安顺利得到满足幸福的生活。我们这样子的祷告，我们愿将所有的尊贵荣耀权柄颂赞都献在你的面前，愿主耶稣悦纳垂听，哈利路亚，阿门。请坐。奉读圣经，奉主耶稣圣名读经，创世纪二章十八到二十四节，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耶和华神用土所造成的野地各样走兽和空中各样飞鸟都带到那人面前，看他叫什么，那人怎样叫各样的活物，那就是他的名字。那人便给一切牲畜和空中飞鸟野地走兽都起了名，只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耶和华神使他沉睡，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了他的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带她到那人跟前。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诗篇一百二十八篇一到六节，敬畏耶和华遵行他道的人变为有福，
你要吃劳碌得来的，你要享福，事情顺利。你妻子在你的内室，好像多结果子的葡萄树；你儿女围绕你的桌子，好像橄榄摘子。看哪、啊，敬畏耶和华的人必要这样蒙福。愿耶和华从锡安赐福给你，愿你一生一世看见耶路撒冷的好处，愿你看见你儿女的儿女，愿平安归于以色列。传道书九章九节，在你一生虚空的年日，就是神赐你在日光之下虚空的年日，当同你所爱的妻快活度日，因为那是你生前在日光之下劳碌的事上所得的份。雅歌书六章三到四节，我属我的良人，我的良人也属我，他在百合花中牧放群羊。我的佳偶啊，你美丽如得撒，秀美如耶路撒冷，威武如展开的旌旗的军队。马可福音十章六到九节，但从起初创造的时候，神造人是造男造女，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阿们。正道。首先恭喜双方主婚人，感谢主，我们的儿女在主的面前要结为连理，成为夫妻。也恭喜洪恩跟诗琪，你们今天在这边接受我们众人的见证，更是神的见证，来见证你们成为在主里面一对新人，一对夫妻。这是我奉主耶稣的圣名，要根据圣经来做一个简单婚姻道理的一个勉励。在这一段期间里面，我们的确有不少的青年走上了婚姻的道路。那当然，我想这是教会的大喜事，也是神国的大喜事，也是我们个人家庭的喜事，更是我们个人的喜事。面对我们人生这个重要的时刻，我想我们每一个人或许充满着紧张，但是更带着许许多多的喜乐以及对未来的期待。我们看到现今的世界在婚姻的这样子的一个状况里面，实在是不尽人意。我们也看见了整个家庭的制度也越来越受到了威胁，所以在教会当中，神的儿女面对着婚姻的问题的时候，我想我们也应该要跟世界这些不信主的人，他们在面对婚姻，在面对他们未来家庭的生活，应当是有所不同的。当然有很多的这样子的一个创造美满婚姻的书籍或是有很多的这样子的一个专家他们的演讲，他们所述说的一些创造美满婚姻的内容基本上对我们来讲，也许在某些方面，在生活的一个细节的部分或许实在是会有一些帮助。不过我们也是必须理解到，人真的是很软弱，连很多的婚姻专家最后都走上了离婚一途。那我想这不是我们一个基督徒所应该有的。那我今天在这个时刻，我就根据圣经的一句话，它在圣经出现三次，每一次它所强调的意义上面还是有一些不同。最近我在参加一些我们组内的结婚典礼的时候，我也看到我们的传道人越来越多喜欢用这样子的一节经节，用这三次的出现来作为勉励。那我觉得这个是非常的有意义，那也其实是说我们要建造一个美满婚姻一个最根本的一个关键。这是一句话，第一次的出现是在创世纪的第二章。我们刚才的读经的时候呢，也都有读到。那在创世纪的第一章、第二章里面，
它有两地方出现的，用诗歌的方式来呈现。第一次的出现是在创世纪的第一章二十七节。那我用这个希伯来文的一个比较诗体的这样子的一个翻译来把它念一下。二十七节，神就创造了人，照着他的形象，照着神的形象，他创造了他们。他创造了他，男人和女人，他创造他们。这是二十七节的一个用言文直译的一个方式。另外第二首诗歌是神取下了这个亚当的肋骨来创造了一位女人。那当那女人被领到亚当的面前的时候，亚当发出了这样子的赞叹。那他这首也是一个诗歌，这一句经节当中其实有一个字出现了三次，就是强调这位。那这个出现在句首、句末还有句中。那这我把它翻译简单的这样读一遍。这位这一回，我骨中的骨，我肉中的肉，为这一个我他称他女人，因为他是从男人被取出来的。这位强调的，他看到了这个神所为他创造的女人，他真的是非常的惊奇，非常的喜乐。不像之前神把这些所有的动物带到他的面前来的时候那种感觉。所以我相信洪恩师奇在今天这样的时刻里头也会有这样子的一种惊艳的感觉。愿主耶稣让你们在这份的感觉一直能够持续下来。在二十四节里面，这边就提到了因此，也就是好像带出了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结果，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在圣经第一次的出现。那我相信这是摩西在写五经的时候，将神的旨意，将神这样子的创造的美好的旨意把它表明出来。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在这里的出现当然我们今天并没有时间去细部的谈到每一句话里面它可以在我们生活当中、生命里面带出什么样子的一种行为。那我想主要的我们抓住一个原则，我们要长大。我们过去依附在父母亲的呵护之下，在很多的人可能可以为我们来决定、来出主意或是来帮助我们，但是在婚姻的这件事情上面，我们要两个人一起来成熟长大，一起来面对我们以后所要遭遇到的这样子的一个问题，我们自己要做主。所以这个是离开父母，当然也包括了在经济、在情感、在各方面对过去像对父母的那一份的依靠。我们现在要长大成熟。那我们主要的，我们生命里面最重要的对象就是我们的配偶。思琪，你最重要的对象、最重要的人就是洪恩。洪恩，你最重要的人就是思琪。当然这边说二人成为一体，我们就成为在主里面一体。所以在第一次的出现里面，主要的是强调生命的结合，生命的结合。现在你们的生命是已经连结在一起，不可以来分开，不可以来撕裂，你们是成为一体的。只要这个有人想要把它拆毁，那结果就是两个人同时遭受到极大的损伤。我想这个概念是一定要的。那当然生命的结合，除了我们彼此的生命的结合之外，我想我们也是为了要来承受神对创造人所带出来的一个祝福，就是我们在第一首诗歌之后，神就祝福人要生养众多，要遍满地面，要治理这地。那当然这是神从神那边领受的，其实一个很大的福分神对我们的祝福。所以借着我们生命的结合，我们也要生养近前的后裔，要来延续这样子的一种美好这样子的一种生命。所以不单单只是我们这个生儿育女，甚至我们也许
我们也要生养很多福音的儿女，延续着这一份信仰的生命。好，那所以在这第一个啊，第一句话这一句话出现第一次出现的这个部分，其实就是强调你们两位生命的连结，你们在以后的每一个啊这样子的啊生活的这样子的一个领域里头面对的每一个事件，你们的生命是紧紧的连结。第二次的出现是主耶稣说的，我们来看一下马可福音的第十章第十节啊，我们来看马可福音的第十章。马可福音的第十章，这边是法利赛人问耶稣有关于啊可不可以休妻的这一件事情。我们来看啊第十章的第六节，但从起初创造的时候，神造人是造男造女，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在这里啊，第二次的由透过耶稣基督的一个口所讲出来，这边所重视到的是一个婚姻的盟约，盟约的固守。今天我们看世界人对婚姻看来并不是那么在意，只要是一点点小小的问题可能就诉诸离婚，或是一个经济上面稍微发生了一些困难啊，或是生活当中一些小问题就产生了极大的口角，甚至情感撕裂，甚至成为仇人。这个是有时候我们会发觉到为什么会是这样子，我们只能说魔鬼做工，魔鬼在这个世界上掌权，要来破坏神所创造最基本的这样子的一个家庭的制度，那也因此而带出了更多更多的罪恶。今天我们有时候也真的很不愿意的听见看见，在主里面竟然这样的事情也越来越多，实际上令人痛心。他们可能也是在这样子的神的会堂当中许下了盟约结为夫妻的，但是他们却没有来努力的固守这个盟约。在这边主耶稣说，这是神所配合的，人不可以分开。我们对神是否尊重，我们对神所设立的婚姻是否尊重，我们对今天有这么多人在这边做见证，我们是否尊重？另外，你们是否尊重你们今天所做的抉择？好，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走到婚姻的道路，一定是经过了一段的这样子相知相遇的这样子的一个路程。或许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曾经怀疑，也曾经这样子有点挫折。但是我们总是做了最后的一个决定，今天这个决定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个决定就代表着我终身要固守这个约，我绝对不会去背弃我们在神面前所立下的婚姻的盟约。在那马拉基书第二章里面，那边先知对当时的以色列百姓在这方面所犯的罪严厉的指责。我想我们真的要勇敢地面对婚姻所遭遇到的一切困难，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一定要固守这个约，绝不去废弃它。我们废弃了这个约，神其实就废弃了我们跟他之间所立的约。所以在这一方面，我也提醒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在我们婚姻生活当中，一定是有困难的。我们也都是凡人。虽然我们可以说我们是照圣经的应许成为神的儿女，但是其实我们在某些方面我们真的还是凡人，我们有我们的软弱，我们有我们在生活当中各方面的不足，但是我们有神作为我们的依靠，我们可以靠着神来面对我们所遭遇到的任何的环境。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尊重神，依靠神。当然我们要得到神这一切的祝福，我们就必须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时时刻刻的来亲近神。我们亲近神，神就亲近我们。
我想这是我们常常听到的道理。第三次的出现是在以弗所书第五章，这边谈到了做夫妻的本分，但是在这一边特别将整个那样子的一个夫妻的关系已经提升到基督与教会的关系。这部分其实所谈到的就是真爱的实践，真爱的实践，这个真爱是神的圣爱，就像基督爱教会一样。这个我是觉得这个有时候让我们真的，特别是我们这些做弟兄的，真的是非常的惭愧。因为在这边所描述到的，好，我们来看这一句话，他这边其实是在谈到的，当他用到的这一句话说，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以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边接下来三十二节说，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这明明就是在讲做丈夫的、做妻子的，为什么他又会谈到这极大的？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是他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基督、教会跟离开父母，两二人结合，成为一体有什么关系？我这样子的思想，离开父母，主耶稣离开了他天上的宝座，我们现在好像说哦，离开了天父，来到了世上，他为着要成就所预定的这个救恩，他所做的这一切的服事，做这一切的牺牲，这一切的爱，这不是就是我们今天不断的在献上我们对他的感恩，也因着他这样子的爱，这样子的恩，我们今天属灵的教会能够蒙受到这么大的一个福祉。耶稣的救赎之恩，就是这一句话在这个地方所要表达出来的。在旧约里面，在新约里面，神的百姓是何等的悖逆啊，不断的在得罪神，神用他坚定不改变的爱很久的来爱我，他并没有废弃那个约。所以我们看到，这就是神对教会的爱，神对选民的爱。今天他用这样子的爱来比成在夫妻当中的关系，特别是丈夫。整个在这一段的圣经里面，基本上主要的主角就是做丈夫的，然后呢，做妻子的，好像就只是配合的顺服敬重。但是对于这个做丈夫的，他把它描述成基督为我们所做的这一些事情，他为教会舍己，他不断的保养顾惜着神的教会，这种无止境的爱真的是我们没有办法理解的。但是神对我们做丈夫的要求对比却是如此。我想可能很多的关键都是在做丈夫的，我自己反省一下，好像是这样。但是不管怎么样，只要我们做丈夫的能够学习主这样子的一个爱，牺牲的爱，借着我们的爱使我们的妻子成为我们荣耀的一半。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正如在第二十六节里面所提到的，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有时候家庭的破裂，当然两个人绝对都脱不了关系，但是如果从神的这样在这边圣经这样子的一个逻辑来看，是不是关键都是在丈夫身上？我也期待的，我们做丈夫的每一个人都好好的来反省思考。当然我们做妻子的也不要想说哦，圣经这样说，所以一切都是你的问题。其实是不是我们的丈夫已经照主这样子的做了，但是我们仍然像旧约里面那些背叛的百姓仍然是那样的顽硬呢？这我想也是我们自己要思考的。但是我想当然神用这样，基督在这边圣经保罗用这样子的一个比喻，基本上他是要带进的一个更重要的，在真爱的实践里面，那个爱
绝对不是男女的情爱而已，而是要更带着神跟我们之间立约的爱，神的圣爱才是维持我们真爱、维持我们婚姻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力量。也唯有神的圣爱能够带领着我们真正的进入到神所创造这美好的婚姻里面。愿主耶稣祝福你们，也祝福我们双方的家庭，也祝福我们在座的所有的弟兄姐妹。阿们。交换信物。那我们将请思琪帮红人。第一次牵手有点紧张哦。好，接下来我们请双方的家长交换礼物。先请洪恩的爸爸。好，谢谢，请回座。证婚，全体请站立。阿门。手握着。奉主耶稣圣名证婚。慈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今天在你圣灵同在的见证面前，在双方主婚人、当事人、介绍人、弟兄姐妹、所有的贵宾以及当事人在完成国家法律的婚姻登记之后，正式成为合法的夫妻，特此证婚。愿一切荣耀归给主。哈利路亚，阿们。好，可以了，慢慢，慢慢拨开，帮你拿一下。面向这边好了，面向过去一点。哎，对对，慢慢慢慢，给大家看一下。稍微向大家看一下啊、哦，祝福。奉主耶稣圣名祝福。圣哉，至圣至高奇妙的主，婚姻的设立者，我们独一的真神耶稣基督
他在这里与我们同在，祝福这对主耶稣所亲自安排合一的合法夫妻，从今以后在圣灵里出入蒙福，也祈求主耶稣亲自加倍的圣灵的能力，使他们在事业、家庭、圣工、身心灵各方面都能够蒙神的祝福，也祈求主耶稣祝福他们生养健康，能够为主做圣工，合法的在基督里面成为教会重要工人的儿女。我们这样的祝福祈求主耶稣在众人的见证之下，能够按着他们的信心、他们的恩赐能力能够完成。我们这样的祷告，更祈求主耶稣能够将永生祝福他们这对新人以及他们的子子孙孙，直到永永远远。哈利路亚，阿们。谢谢，请请新郎新娘请抚慰。祝诗，会众请坐下。感谢神，今天我们有三个诗班。首先我们邀请到的是这个洪恩从小长大的景美社青诗班，跟着洪恩一起在从小在教会里面成长，以及在现在和他很好的这个社青伙伴们呢，来带来两首诗歌，分别是如露可慕以及第二首婚礼的祝福。
谢谢景美师班。这个景美师班用心良苦哈，这个不是只有献诗，还示范当爸爸妈妈要轮流抱小孩。这个有实践刚这个正道的勉励哈。好，那接下来呢，下一个师班是我们思齐的这个原生教会，这个旗鼎教会的青年师班。感谢神的带领，让我们今天能够有这个机会，虽然是这个景美娶媳妇，但是我们可以来到旗鼎教会这个很漂亮的会堂。那我们今天欢迎这个旗鼎师班，也是思齐这个在这边长大的一个教会，应该也是他从小陪伴他一起长大的这个青年朋友们呢，要带来两首诗歌，分别是主我一体以及恩典之路。可能不是只有陪伴他长大，还有他教育的下一代都上来了，学生也都上来了。
谢谢启鼎教会的青年诗班。看得出来应该是很舍不得老师，这个比较没有笑容，所以以后那个洪恩要常常带着这个思琪回启鼎教会看他的学生们。好，那下一个诗班呢，我不知道是不是今天最辛苦的，因为听说从高雄来，不晓得是昨天晚上就来了还是今天早上一早来。那接下来的下一个是高雄的美门团契的诗班。那我们知道这个思琪可能在念书的时候呢也是在高雄念书，所以今天呢在这个大学阶段的这个朋友也一起希望能够来帮他们献上这个祝福。好，感谢神。其实在诗班上来之前，这个司仪串场一下，我们其实景美这一两年也是很多的青年人在教会当中受到神的祝福呢，然后找到自己的另一半。好，那我想这对于每一个这个适婚年龄青年来说都是一个很好的，一看又抱小孩上来了，哇，这样那都是示范的，从小就提醒你要在教会结婚。那今天这个美门团契呢一样是带来两首诗歌。第一首是这个神的大爱何等奇妙，第二首主必引领。这个所以看起来思琪算是动作慢的哦，小孩也是很多。原本是一直要讲的了，但是他把机会让给我。那大家平安，恭喜洪恩跟思琪，
今天是你们结婚的大日子，所以今天好好记得。感谢主。我是思琪在大学的唯一的学长，当时因为他进来的时候我已经准备要毕业了，还记得他那时候其实瘦瘦的，黑黑的，高高的，但是不多话，不过现在应该还是一样瘦瘦的。不过他现在变得比较会说话了。还记得之前参加北区的一些社青课程遇到他，他说学长有没有弟兄可以介绍啊？他说，我问他说怎么还没有结婚，他说找不到耶。那我就想说帮他祷告，感谢主。在过了不多之后的日子就遇到洪恩，我想这是神所配合的。那刚刚在交换信物的时候，我看见你先那个头纱太快了，要慢一点，这辈子就一次而已，没有机会。不过我看到你先完头纱之后你的脸是很开心的，感谢神。那也祝福二位能够一起携手同行，承受生命之恩，愿神赐福你们，感谢主。哈利路亚，感谢神。我有点紧张，给我看一下稿。就是感谢神预备了美好的这一天，让大家一同见证跟祝福。然后，就很开心，就是我亲爱的孔妞妞思琪。就是没想到一晃眼大学时光42年前，一直感谢那4年的周末，就是有你的陪伴。就是让我可以跟着你四处的游走，就是也很想念那些睡前闲聊，然后下一秒秒睡的夜晚。就是今天轮到你美丽的出嫁，愿神继续带领你们两位接下来的路，婚姻生活幸福美满，然后也希望可以快快一起踏上育儿之路，祝你一切平安顺利。
好，谢谢我们从高雄来的美门团契。介绍人致辞。哈利路亚，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奉主耶稣圣名，为介绍人致辞，说几句话。小弟是景美教会婚介李建华弟兄。那小弟的内人秦荣仪姐妹也是婚介，我们旗鼎教会的婚介杨泰山弟兄，还有简中荣执事，我们四位都是非常关怀洪恩跟思琪的老仆人。那各位可以看到窗外今天风和日丽的天气，说明了神所赐福的美好。早上8:45的时候，我们已经在孔弟兄的家中进行了迎娶的仪式，也车队呢也顺利的在9:05的时候抵达旗鼎教会。那就如同在迎娶的时候我所说的，在耶利米书31:33，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以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这对青年有神的律法在他们心上，也愿意做神的子民，守神的约定。从他们联络婚姻介绍人开始，他们就把自己的婚姻大事放在神的面前。洪恩是文化大学应用数学系毕，目前是可乐旅游业务。思琪是高雄第一科大行销系毕业，目前是豪金科技的行政管理。他们两个人最早在2020，也就是去年的五月，那时候景美教会举办一场活动，地点刚好就是在旗鼎教会。洪恩当时是跟教会的社青，还有带着这个教会的朋友来参加。那在这一次的活动当中，洪恩呢第一次见到了思琪，有很深刻的印象。这场活动呢也让思琪就是因为在台上分享诗歌嘛，以及在活动结束的时候，思琪也带着景美前来参加活动的同龄到处去走走，去车站搭车，所以让洪恩觉得思琪很热心。过了3个月之后，巧合的事发生了，思琪碰巧跟洪恩的妹妹在教会出游的活动上面碰到了，同桌用餐，应该是很巧很巧。那妹妹回去之后就告诉哥哥说，有遇到一个旗鼎教会的姐妹哦。那时候洪恩想到的就是好像是思琪，就是印象不谋而合。但是就随即他觉得说，听到这个思琪在讲说自己还没有对象，所以呢马上就冲来跟小弟讲说想要介绍一下这样子。那这个巧合真的是很有趣，而且这也就是拉近他们两个人的一个起头。那说到小弟之前几年曾经帮洪恩要做介绍，那个时候受花爸爸文龙大哥还有妈妈就是亲爱姐的委托，要介绍对象给洪恩了，但是洪恩都一一拒绝了。洪恩觉得自己还没有准备好。那现在想来，原来神早就已经在这里安排了。在数年之后，洪恩果然遇见了自己悦人眼目的思琪。感谢神。后来在去年的9月15，
我们、代表景美教会跟麒麟教会的婚戒、正式的联络。那杨弟兄跟简执事呢，很快的我们就在讲，哎，哪一天要让年轻人、跟我们在一起，一起约出来见面。十月三号，在双方婚戒都在场、约了两个年轻人一起出来，大家聊聊天。之后呢，双方婚戒都非常关心这一对年轻人。就是我呢是比较放任的、我大概觉得两到三周打听一次应该就够了、殊不知、杨弟兄呢他是两到三天就打听一次这样子、非常积极这个频率、希望不要对思琪带来太沉重的负担。两个人也有很巧妙有相似的地方、两个人在交往认识的过程之中，他们都是书报社主任，一个是景美的书报社主任，一个是麒麟的书报社主任，在两个都是76年次，在两个体质上都很容易被蚊子咬，也都喜欢户外运动活动、家庭观念、很特别，价值观都很相像，谈得来、这最重要的就是价值观上面两个人越聊越觉得不谋而合，表示说原生家庭的背景竟然出了奇的类似。除了在我们组内寻找对象之外，我们也发觉了在这些种种的不谋合的情况下，真的能够说这是神的安排， 也说对许多事情的想法都非常的有默契、后来就经历了一段疫情升高的时间嘛，从去年的五月一直到八月，那反而在这段时间两个人就是用即时通讯 APP 的方式更紧密的联系、也加强了走向婚姻的这个渴望。在经过了一年又三个多月的这个时间交往之后，终于去年的九月十二号，大概就是经过一年之后吧，我们就提亲。那到今天2022年的一月九号迎娶，并且举办这个结婚典礼，看着他这一路上都有神的带领，非常的顺利，也蒙受各样的恩典，就可以明白遵守神道理的青年在主内所蒙受到的这个恩典是何等的大，在主内联婚是何等的有价值。求神帮助两家人，因为这一对青年他们爱主的心，使更多的人能够得到造就跟蒙福。至此到这边，愿一切荣耀归给天上真神，阿们。好，谢谢介绍人的致辞。那接下来我们请主婚人致谢词。首先邀请男方主婚人。哈利路亚，大家平安。此刻的心情既紧张又兴奋。刚刚听诗班在注诗，还有沉醉在这美丽的殿堂，还有外面的风景，整个人稍微放松了。那现在又开始有点紧张了。在这里很高兴大家，也感谢神，因为神的爱，洪恩思琪能够在麒麟教会举行婚礼，门主的祝福是他们最大的福气。今后希望他们两人能够彼此相爱，同心同行，要龙神一人，也要生养众多。也感谢亲家将宝贝女儿思琪托付洪恩。亲家刚刚有看到亲家，此刻可以感受亲家的心情了。我请亲家放心，我们会把思琪当成女儿的爱护。那也希望亲家把洪恩当儿子的
般的教导他。那我们两家在主里联婚，因而亲上加亲，在神丰富的恩典里恩上加恩。那也要感谢教会传道长职负责人以及亲朋好友，以及各位嘉宾，今天在百忙中抽空来参加这场婚礼，为这对新人祝福。今天有点感动，所以刚刚也放空了太久，稍微有点忘词了。使这对为这对新人祝福，使今天的婚礼更加圆满顺利，喜气洋洋。那也特别感谢旗鼎教会、景美教会，双方婚姻介绍人以及这场婚礼的所有工作人员，以及刚刚献诗的诗班辛劳的付出，愿神纪念你们的爱心。在新年之初，也愿神祝福大家平安喜乐，恩典满意。在婚礼后，在花田庄园餐厅有被喜宴，欢迎大家一起享用，谢谢大家，哈利路亚。谢谢，谢谢南方主分花爸爸，因为紧张更显得慎重。那我们接下来是不是请这个女方主婚人致谢词？哈利路亚，刚刚金家提到说我很感动，的确，因为我有这个眼睛过敏，一到有流汗很容易眼睛会涩涩的。那小弟在这里奉主耶稣的名在这边说感谢的话。首先我感谢天上的主耶稣基督，他赏赐美好的机会以及圣洁的心能够在教会举办婚礼，也感谢教会的圣职人员接着圣经的话语婚姻之道，希望他们能够记得明白。好，那第二个感谢基鼎教会以及金美教会的职务人员以及所有的宗教教育的老师，谢谢你们，感谢你们，因为你们用圣经的话语教导我们的孩子。所以真言那边也提到说，箴言二十九章十七节那边告诉我们，教养你的儿子，他必使你安息，也必使你喜乐。的确，这就是我们作为家长所喜悦看到的啊。希望啊，将来的青年也必须要这样子啊，学习节制他们。那最后在这里，小弟也感谢基鼎教会以及基美教会啊，所有的亲友、同事、贵宾啊，谢谢你们来参与。那小弟在这边最后啊，愿尊贵荣耀颂赞都归于天上的耶稣基督，福气归于所有的弟兄姊妹，哈利路亚。好，谢谢。接下来是新郎新娘的鞠躬致谢，我们是先请新郎新娘转向南方。鞠躬表示谢意，一鞠躬。好，接下来请转向女方。谢谢爸爸妈妈的养育，一鞠躬。好，接下来请转向会众，
感谢大家的参加，一鞠躬。好，请复位。唱诗。用感谢颂赞的对神的一种赞美来唱这首299首，我们一节表299首。奉主耶稣圣名，感谢祷告。慈爱的天父，赏赐平安福气的耶稣基督，我们也在你面前献上我们恳切的祷告，以及对主耶稣你的赞美。感谢主耶稣基督能够来带领我们这一场的婚礼，从家里出门，一直到我们启灵教会，甚至一到我们要准备完成婚礼，因着主耶稣你的大爱，你圣灵的运行，让我们大家都能够充满喜乐、赞美，能够来完成我们这一场的婚礼。我们祈求主耶稣基督能够继续来带领我们这一对新人，
也就是洪恩弟兄及佳琪姐妹，能够让他们在属灵的生命当中能够体会主耶稣您所配合的真理，也能够让他们透过诗班所献上的诗歌，除了颂赞主耶稣你的大能以外，也能够让这对新人能够领受这份恩典，这份赐福。其中也提到说能够让他们过一个幸福的日子。当然我们能够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希望过一个幸福快乐的日子，但是若没有真理就没有幸福。所以祈求主耶稣基督用你的真理能够来帮助这对新人，让他们能够用真理能够来过一个幸福美满的婚姻生活，也能够用真理能够在行事为人当中工作里面都能够容身一人，也能够用真理能够在教会里面能够敬畏真神，侍奉真神。这就是要透过主耶稣你的能力能够来帮助他们，也在这里祈求主耶稣基督也能够来赐福给所有的众人，因此大家的祝福，让我们这对新人能够带着欢喜快乐的心能够来完成我们这一次的婚礼。所以主耶稣你的恩典能够赐福在众人的工作以及家庭，也让我们在回去的路上也都能够平安喜乐。那我们最后这样的祷告，愿主耶稣基督能够来垂听悦纳，我们愿将一切的颂赞荣耀归给主耶稣的圣名，你的平安福气喜乐赏赐给我们。哈利路亚，阿们。请坐。李晨，我们感谢主耶稣基督的带领，也感谢各位弟兄姐妹以及各位来宾。我们今天在这里见证了洪恩跟诗琪的婚礼。接下来，我们洪恩跟诗琪，你们两个人手牵起来，让大家再一次的为你们做见证。那等一下的时候，不要害羞啊，还是对。那等一下，请你们先退场，退到后面去，然后到时候我们要再回来来拍个照。那也请各位宾客，我们等一下起立，一起面对到中间的位置，我们给他们热烈的掌声，再给他们祝福。那感谢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以及福气，我们今天的这场婚礼在这里圆满的结束，愿平安赐给众人。以上奏乐。
Thank you.